女子半决赛第二场，一号台有请裁判员王磊。来自奥地利的贾斯明·欧斯纯。来自英国的凯莉·费雪。比赛现在开始。那个欧思纯身上没有那个标。凯莉·费雪和欧斯纯他们两个也是没有练球直接开始这场比赛。嗯，应该在练习桌椅练习好。嗯哼，刚刚比完好像是欧斯纯开球。嗯，欧洲大对决。嗯，现在美国的已经淘汰出局了。现在这场是欧洲对决，那决赛就将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碰撞。其实从看点来讲还是很有意思。对，这两位都是已经老将，都老将。欧斯纯看起来还比较年轻。对，你看这冲球不错。看看二号。嗯，二号好像其实女选手尤其斯诺克转过来的优势很大。其实当年那个艾莉菲雪来台湾比赛比安利杯的时候，嗯，她几乎从第一局打到她拿冠军没有失误过一颗球。哦，但是她的杆法很有限。嗯，比方像我们一颗星可以过中带的，她在中带前然后再来打薄球九号球。嗯，所以准度是相当好。他有那个准度的功底。对，嗯，三号在这边3567。但是他们杆法会有限。嗯，但是他靠他的稳定性。对，就是稳定性。一个欧洲的选手像他们斯诺克选手的抗压性都会比较好。嗯，因为他们专注力够，因为他们打斯诺克就很专注的。嗯，现在觉得一上来他们打球很快。对啊，对，快是有一点，就是第一个对你自己有信心。嗯，但是有时候你的控球，你看这个控的这个角度太大，对，变成他打六做七就要打刹车了，不然的话母球会跑太远，就没有那么细腻。哎，第一局开始，欧斯纯现在台面上只剩三个球了。嗯，
哇，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跟欧思春很熟的啊，我们像台湾选手常常跟他们一起练球，他们很多杆法还是打不出来的。为什么那个 snooker 的杆法跟花式的杆法毕竟是有差别的，对，对，可能走的路线会有差，但是他们做不好，但准度太好了，准度，对对对，这个我就比较体会比较多，就是他多数不是用这个杆法来去，哇，这个就是我。而且力量也大了，这么看凯利克球是捡到一局，对，捡到一局。那凯利克有信心呢，他信心，不过外国选手本来就这个样子，嗯，他没有这个水准，他也是很有信心的。就我们常常看，像全集的，还没比赛之前互相叫嚣，上去10秒就躺下，他在记者会两个人要打起来，真的比赛。我看过一次，以前我们很喜欢看拳击啊，嗯，就是那个世界拳王，就像那个很厉害的，嗯，结果一个人说，哎，去接个电话，电话响，去接个电话，回来结束了，嗯，拉不动，他这个球，这个球，打叠带去薄球的，薄球可以，嗯，翻带可以，嗯，因为那个费雪是最近有开刀嘛。嗯，做了一个手术，心脏的手术，对对对，这个应该翻带也可以定杆，嗯，对不对？翻进翻好了，嗯，这个翻带对这个方面，这个球应该是，蛮好打的啊，嗯嗯，这个对花式撞球来讲，这种翻带是，也可以说是自身的武器，嗯，假如说你有常练习的话，有很多没办法直接进攻的球，对，那翻带就可以进，对。其实按道理讲，欧思辰他刚才那个局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应该。而且那个八号不是很难打，嗯，最重要他前面几个球都没控好，嗯嗯，一直都是对三调整的状态，三座五啊，五座六太大，那六座七角度也大，那七座八那又要那种拉杆的，对，这样打起来就会比较累。你看，其实这个七座就不难打。嗯嗯，人家只打一颗球就解决了，嗯，所以人家有时候看九球，打最后一个九号球就行。嗯，假如说明明这次很有机会，因为他拿最近就拿太多的亚军，嗯，看能不能突破。对，俗话讲就是攒人品攒的已经差不多了。嗯。嗯，凯利费雪，我在特别小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个时候是打 snooker 的比赛，对，那一次比赛是在中国打的，一个 IBSF 的比赛，对，然后他拿冠军了，那时候就觉得，嗯，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学球，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对，在 snooker 上面觉得他好厉害，那个时候费雪比他还厉害。嗯，那费雪是好像到2000年以后就，对，99年好像就到台湾来打安利杯了。嗯，他一去连3年都是他拿冠军的。嗯，没什么杆法，就是准。对，稳得很。包括他们到现在也是没有说很多那个，就是很多时候还是用杆法，对，用塞还是少的。少，就是那种已经形成那种习惯了。嗯，所以我说女子，你家你来打花球还来得及啊。对不对？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赛运用的不是很好，多数可能会想着用杆法去控制，因为斯诺克的话都是用杆法，很少去用赛的。其实不是说赛，嗯，打花球一样是有杆法的，嗯，杆法也是很多的，嗯，啊，那赛只是说补助，嗯，啊，你用杆法辛苦嘛，嗯嗯，你加赛的话，它跑的速度好控制，你可以放轻松，然后你说使蹬要发力啊，我不使蹬嘛，嗯，对对对，我就是跑一库借那个母球下塞碰库，然后他就走得快，对，很多时候他们
打九球的可能会选择两颗星两库去叫，那我呢习惯就是一库蹬起来，蹬起来，对啊，对对对。因为花球是这样子的，当然像解球三库是最好解，嗯，一库是最难解，嗯。嗯，这球有一点点偏执，但是两颗星，要推杆两颗星的话，推杆两颗星没问题，肯定有点角度的，啊、哎，直球啊，直接拉了、嗯，拉杆一库也是可以。嗯。感觉欧思辰打球是比较粗犷，没有那么的细腻啊。这个又要拉了。对呀、啊。对不对？刚才已经发力拉杆失误一次了，你现在看看，要拉杆了。而且拉杆要拉得远一些才能叫到吃一库起来，在我们内行眼光来看它不是顶力，你看你看看我马脚嘛就是，对对 对, 对, 对，他家这种杆法多打了，你不求母球的细腻啊，这种杆紧张的时候一定要出问题的。而且我们看八号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拉得挺远才能就是叫到八号，其实他刚那个只要拉过中袋就行了，有角度了嘛、嗯、你有角度很简单的、啊、横抬两颗星就好了、嗯、对，他想的是又想要拉直，对，较直一点，但是我就常常讲说，因为女选手的想法跟男选手想法是不一样的，他想的很好，但是男选手拉没问题，你只要拉杆一颗星回来就 OK 的，对对对，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又送了一盘给这样子的话打下去，我们可以不用做很久。对，这样就不会这样做。欧思辰刚才在前两局里面，确实可能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两次失误应该是比较低级的失误了。对，很简单的球，其实是。这不是低级。可能给业余选手打都会很准。不是，就让输给他的人会郁闷。嗯。跟我打就不会，对不对？跟他打连续两个，我还没讲完他，我就想说要拉杆要发力嘛。对呀。为什么我说他容易失误呢？第一个，他喜欢架长杆，嗯，漂亮嘛，哇，母球跟子球的距离太远，你知道，你这一发力，你拉回来再送出去，你只要稍微这个手不稳的话，就会偏差。嗯，而且他也不需要，就是说我们说，手架，你的大概20公分。嗯，到25公分就可以了。嗯嗯、他那个超过30公分的，嗯，特别容易失误，特别不够细腻。对，这在斯诺克上面来说就要求特别严格。对，这个架杆的距离，距离 对，因为斯诺克要求精准，特别精准。所以他的手架太长了。对。那长是犀利，你知道吗？但是不好控球。嗯。好了，看看先看他这个走位了。哦，一号可以进攻，但是看二号前面有几个球。嗯。也就10分钟不到的时间，大概。对啊。他两盘。是2-0。对。因为 Kevin Fish 打的是快。嗯。他的节奏也快，他节奏快，风风火火。好，你看现在推杆不要下塞。两库。对。最好是从9号、2号切过来。不要下塞，假如你要下塞、嗯、下低杆的话要走，从那个4号跟那个6号，怕他走过了、哎、你看哎，有点走过 了，对不对？就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走过了的情况，那我打不会这样子控，我就是推杆走2库、嗯、从2号跟那个穿过来打中带就好了。 对，因为你要打轻啊，这个变数很多的。嗯，而且他这个是这样的角度过来的话，很容易坐上。对呀、啊，你假如从9号跟2号穿过来，然后2号打中带，母球再绕3颗星回去就好了。嗯，这个也是思路的问题了。对。相对来讲，比如像这种个人单项运动，他作为一个球手来讲，他会请专门的教练去调整。他有教练。他，我相信他的教练肯定也会发现他的这些问题。那他在场上的这些决策都是完全在靠自己的，当然是要靠自己，因为这个跟别的运动不一样啊，教练没办法，除非像情报人员带个这个耳麦啊，我在这边这个外面指挥啊，不可能的，都是要。我说的是他这些像他的这些技术动作运用，教练应该在
平时的这种动作当中应该会调整他的这个都会，但是这个花球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因为没有一个同样的球型，所以变幻莫测，变幻莫测。那还要你教的学生他要领悟能力，领悟能力要好，对，所以别人问我说这个球打得好，第一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天分，嗯，第二个条件是兴趣，嗯，第三个条件是你要对这个有兴趣，你才会打嘛，嗯，靠你自己的努力，再来就是一个好的老师，嗯，假如说你有天，我们台湾有天分很好的，他不打，结果那一年他拿青少年世界冠军，第二名的吴佳庆，他拿世界杯冠军。2005年的时候，吴佳庆去欧洲打那个青少年世界杯，结果我另外一个选手叫吴宇伦，他拿世界冠军，嗯、他不去打、哦，不去打，结果吴佳庆去打拿冠军。嗯，那吴宇伦，你看到他不想打球，但是他很有天分。嗯。哎呀，打好了这颗球。那明显的感觉，两名欧洲选手他们的技术相对粗糙一些。嗯，相对来说，对那个卡利菲雪，他的打法就是他比较准，嗯，可能白球没有那么的细腻，他就是以准。对，但是他现在可能手术后身体会差一点的，可能集中力会也会有差。可能这段时间练球练的比较少。嗯。今天这四位选手的失误都是蛮多的，没错。嗯，这根球控制的还不错，但又要低杆拉回来了。要低杆拉，不能去敲到八号。对，应该是不会的。嗯。推的、嗯、有角度，有角度，嗯，力量又小了一点，推的这个哇，角度又不好，天哪！嗯、不断的在给自己增加难度。啊、因为我知道，这几年他的教练都跟着的。嗯。从低杆两颗星，嗯，有，嗯，不用推的，推的这杆没有问题了，没问题。其实刚才他打那颗球八号球的时候，还在想会不会再出现失误。嗯，那角度不一样，所以要不拉杆的话没问题了。对，他的失误都在拉杆那上面。嗯嗯、对，罗斯伦扳回一局。嗯。可惜了，那个包球没进，对他来讲应该是失误。对。他看这两位球手的风格，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这局的速度，这场比赛的速度会比刚才要快，加一个多了，要快。嗯。对啊，男选手打这个球的速度还会更快一些。也不是，要看人，不一定要看人。有些人就是看个性，有些就是慢郎中嘛，有些就是快。对，有很慢很慢。这个有很快很快的。对，一个有我知道有个意大利的很快，他巧克都是捏在手上的，他没有放在上面，打的时候就这一只指头就巧克捏最巧克，他瞄不会超过三下。一个叫、嗯、一个也是打以前打斯隆的胖胖叫 Tommy Drago、嗯、哦知道啊你应该知道、哦、还有一个意大利他们两个比快的、嗯、旁边假如说抢十一啊他们打完了人家才二比二还是三比三一盘球因为第一个可能也是反应快嘛嗯打嗯瞄球就是趴下去一二就出杆就像、那个、但是人家打得好啊斯诺克的这个奥沙利文一样大家都叫他火箭、嗯、对、啊、对但是有些慢的就是都摸摸他跟个性有关系因为北京有一个选手也是知名选手也是很慢的
这个四号球的角度有点大。哎，不过他可以啊，推杆或者拉杆从六九，或者推的话就从八九。八九中间。哦，拉杆第一杆就是六九嘛。嗯嗯。那推呢就是八九。嗯。这个对选手来讲，只要你好架杆，角度不要太差。嗯。应该都是，对他们来讲，都是 chance 球了。对。所以说你看那个肯迪西雪儿，这打斯诺克出身的，他的叫球就是给我叫一个大概的位置就好了，我肯定能打进，就是对准度特别有信心。对。但是你随着年龄增长了，你再不走细的，你像艾琳费雪他们，对，现在的成绩就不好了。以前打这个整盘下来不会漏失，现在一盘球一局里面说不定就漏失两回了。他以前哪有圈子型架杆的，刚来都是 V 字型，对，后来也改了，也有圈子型架杆。像我一样，我也不太会这个。为什么要圈字型？嗯，就像你开车一样，嗯，你 V 字型是自拍的，圈字型是叫手拍的，啊，因为右手是油门，这个圈子就是离合器，你要让它放快放慢，就靠这个。有时候我们发很大力，但是打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个离合器把它放慢一点，有力量，但是可以控制它的力道。嗯，克林飞雪还是很快拿下这局，三比。对，只要球形不要太复杂，他，嗯，大概打一个球不要几秒钟，对，很快。反而是排球会排得慢一点。嗯嗯，还好现在是有排球子发明了，以前没有排球子发明，我们在做球评的时候很辛苦。嗯，因为三角框摆打很久，摆好了三角框一拿它可能就会跑掉，嗯，选手呢一看不行再摆，所以一个比赛假如说一个钟头的打球的时间，排球要超过一个钟头。对，第一天好摆嘛，那布全新的好摆，嗯，等到你冲，今天大家都冲球嘛，那布有一定的厚度，嗯，冲完球的时候母球会跳起来，打到布就会有印子，嗯，会有点凹印，然后球你要说刚好偏这边的时候，它就往这边打，没事，所以你摆球上面你仔细看有九个点，就排不紧，所以裁判很辛苦。他发明了这个，这很方便了现在。哎，但是变成这个技术性少了。对，因为有些大家都一样动动冲击。以前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选手叫杨清顺的，他认为排球子来对他不利，嗯，因为他的冲球就是大门，嗯，但是排球子来你一样大家都机会均等，都能冲进去了，都能冲进来。以前不是啊，以前你三角框摆球他的冲得特别好，现在这个排球子他一点优势都没有。对，差距就小了。这个球型很好。嗯，二号在左下角地带这边。对，我以为是在九号后面，九号后面这肯定是八 号。对，嗯，有中低杆一颗星起来。你看，你注意看，它的架杆很长，其实这种球不需要加那么长。嗯。嗯，这个角度还不错。可以。从低杆轻轻一点，掉到四号左边底带。嗯，感觉力量又大了。一出去的时候就感觉力量大了，他拉了长。对。其实这个球只要拉短推出去就掉了。对，他拉的比较长。那白球拉到库边，库边就有变数了，手下也不好输。对，然后因为你现在这个打的话，而且你要加一点点左塞，要推杆两个星来做五号啊。对，就变得角度大了。对，那现在就是球其次了，本来六号要打右左下角底带，他现在可以考虑，哎，可以考虑打左上角，因为假如说你要打左下角也可以，但是你要下加左塞，对不对？那架反，这个我们就所俗称的反赛，反赛的话会比较不好控，对，失误率会比较高，对，那顺赛比较好打，对，哇，
四不像，哎，手气不错，运气比较好，这球推了一下，他推了，他是想要过，但是他的右塞不够多，所以就敲到了。不过敲到的手气还不错，但是他这个球可能要切过来，切到九号跟八号中间穿过来。不然呢不敢下塞，就是闪过九号就好。不过基本上我们打花球的人一定是下左塞推杆，对，这个球离得比较近还是可以的，切到九号跟八号中间穿过来就行了。好，加杆上加杆。他是纯推的，对，感觉还是让人心比较悬着，对，总是磕磕绊绊叫的没有那么舒服的位置。其实这样会对他的比赛不利啊，因为他耗费的精力太多了，在每一盘当中就比较累，打的没有那么轻松，很劳神。对，又扳回来一局，现在是凯特菲局3-2的局。对，这也可以让一些台面下选手看，对不对？你只要稍微努力，有机会的，不是说。无懈可击的，哎，不是无懈可击，你碰到他不是说没有机会，因为现在比数越来越近了。以前碰到他们，或者是啊，这个一线的选手碰到这个二三线的选手，被横扫很难看，都是7-1、7-2这样就结束了。明明去台湾打，第一个7-0，第二个7-0，第三个7-1、7-2，最多吃到三局，五个人了，7-0、7-0、7-1、7-2、7-3，外面总共吃6局。现在呢？现在不小心就会输掉。对。顶到。没顶到就。就打开了。右边。本来是好球的，一号进也没关系啊，进了二号也是在重口啊。那现在要打进这个不好控球，因为你这个二号，你母球打这个一号，你一定要直抬两颗星，你可能一颗星上来可能刹不住。对。不然就要切过来，要下点左塞切。现在右塞打两颗星，然后哇，还好。中带可以进了，中带可以进。对。这个角度看不好，是有点大还是？其实只要这种赛事啊，做解说的最好是在现场。现场看能过不能过。角度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清楚。再来有这种划线器的话，那是对球迷是最好的帮助，因为也可以做教学之用的。好了，这五号进在六九了，六传九了。他本来是感觉他本意没有想要这样，对，没想要说要 K 到那边，因为你直接进攻是比较没变数嘛，你这个传球总是有点变数。这两个球的距离有点远。远，九号不是说一碰到就会进，你还是要准度的。对。
还是你看他的出来，你有没有仔细看？他就很短，然后速度比较快，对，对，就是点出去的那种感觉。还是有变数的啊。嗯。主要五号他也打七呢。对，应该把六号叫的再直一点。对，再直一点就好打了。嗯。直台两扣了。嗯。嗯。不上不下了，再来。轻了。轻了，我有点不上不下。嗯、不过还好。还好还好。距离。有点萎缩。嗯。这边两颗星叫到八号中杆，又回到原点了。对，本来想说可能速度会快一点，对啊、结果失误了两个嘛，一个直接没进，第二个 K 死没进，对，三球没进。嗯，三比三，三比三。嗯，他们两个也打到比较焦灼。对。虽然说开这个欧斯伦他开始上来犯了两次错误，但是后面、对啊，后来被人换对手犯错了。嗯。一个是四做五没做好 ，K 到九，对。嗯。再来一个就是五座六传九，打太轻。嗯，这球打得很好，稍微厚了一点，但是这个假如说步就这球就不会进了。对，心步还比较滑。哎，你看，我们刚才可以看它震了一下，对不对？那种出杆。对，它的出杆就是它就一点。第二个，你看它照道理十多个的选手，这种出杆，这个身体不会动的。你刚刚看它身体就在晃。嗯，你看费雪，艾琳费雪，特别稳。对对对。啊、嗯，有球进，看看二号、啊，这球二号没得直接进了。进了三颗球。对啊，你看进了三颗球。但是二号的位置不好。对、啊，你看中带底带都进了。嗯，你看没有一颗球不能打，对，就是二号不能打，所以你看很奇怪，你看，对，你打四号、七号、六号、九号、八号，嗯，每个球都可以打，就是这个二号不能打，对，但他敢打就是翻底带，翻这个右边底带。嗯，应该打包球防守了，看他下了一点右塞。再不能多了，嗯，还是打厚了点。这样子的话，应该没做到了。这个要看一下二号了，二号跟七号的这个有没有靠近，看那个带会不会进。嗯。啊，假如说 kiss 的话，他跳球打二号整颗接到七号有机会进。嗯。啊，现在这样不是这样的镜头。是要面对另外一边的底带，对，看二跟七号的关系位置，二号会能不能进右上角的底带？他也在看这个。对，那只要会进的话，就打中杆发点力。嗯。你看，有机会。不会进。嗯，欧斯春的机会又来了。嗯。因为这几次的比赛，像桂林啊、洪泽，我都去，去看一看，再看看现在目前，这个水平怎么样？对，提高很多。我都很长时间没有参加九球比赛了，很长时间没有参加九球比赛，所以说这一次参加完了之后，对我的那个感触也不一样，对。我刚才一直在听罗老师，其实在跟你说。
鼓励你参加以后去转九球比赛。那今天我今天应该是听到至少鼓励三次。对呀、因为我在2007年碰到第一次碰到他，我就知道，我就说跟我讲了，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看那么多几年过去了，对，因为女孩子成绩容易拿，因为高手我知道不是很多，那而且这边的选手又刻苦，我2007年完了，2007年我常常回台湾嘛，回台湾我跟我们台湾一些就是球界的就讲，我说你跟学员都讲，我说你们要加油了，我说你一个礼拜打不到8小时，人家一天打10个小时，你看看人家很快就赶上来了，对，没错，2007年完了，2009年就，这个球可以到8号就不好，手气好，不好，他6号在，他是坐6号，我以为他坐8号，坐7号，对对对。对这个球路这个路线不够细，对，应该是要闪过8号了，从8号跟科库边穿出来就行，对对 对。假如说你闪不过，你可以打高杆，高杆可以从7号跟8号中间过来，那这个都是在我们其实讲起来就是说啊，我们打这个底带啊，我们的底带4个底带。就是两种，一个我打进先碰短裤，那另外是打底带走长裤，所以你的高中低赛你都要去练习，我是低杆赛，大概第一点碰哪里，第二点第三点从哪里出来，假如说那个地方我们摆一个障碍球啊，我们就打高杆，对，中高杆就从那个障碍球的前面再把那个障碍球再摆，那再高一点，或者再少一点。卡利费雪都要会的。卡利费雪好像又有一杆失误。今天这两个选手一上来，就是感觉有点要比拼谁失误更多似的。你看这颗球，他想停住，然后控制力量去叫中带，结果就打后了。这个就是跟对你的球杆啊，这个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球杆有很多种，球杆有些拳节比较硬啊，有些拳节的弹性比较好，然后当然我们每个人要适应，不能说球杆来适应，你要去适应这个球杆，那你下赛你打轻你要怎么瞄，你打发力要怎么瞄，你顺赛怎么打，反赛怎么打，都要去练习的。对，那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音乐教学的那个视频，那音乐大师讲是记忆，像我们打球手背记忆，我们打球也是手背记忆，对，像他弹钢琴，不管他弹钢琴啊，这个小提琴啊，吉他都一样，他不用看，手自然就会摆到那个位置，就跟我们打撞球一样，我觉得受益不足，蛮好的，你多打，然后你一看到这个球形，你记眼睛看到哪里，大概我要出什么力道就会到了。这个就是记忆。那你要，但是这个记忆要你练习练得够啊，你练习不够的话，不断的重复记忆，你不断重复，所以你看厉害的人，他打球的时候，他余光看哪里，我就知道他要怎么打了。那厉害的话，他就力量控制刚好在那边。那新步旧步啊，他四几个球，他就能够去控制。那假如说你功底不好的，等你适应好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对。假如说他们这样子表现啊，明明有机会冠军。也要看明天的发挥。因为明明始终都很正常。因为他很多比赛都可以，至少都前8强。对，所以他的平均发挥稳定，还很稳定的。对。这个球开。这个没问题，直接拉回来了。对。角度是直球，刚好可以拉回来。台面这个局势好像还不错，不错，
他这个拉杆呢，只要过了中带就要准备停了，嗯，不能拉到底，拉到底不好，嗯，过完中带就准备刹车了，哇，拉歪了这一杆，拉歪了，哎呀，首先还可以，假如说没有这个六号挡一下，他可能就过了二号，对，他离二号的角度比较近了，拉杆没有拉准，拉歪了，嗯，不知道是不是他最近练球练的少，然后他出杆的那一刹那总是感觉不是很好，嗯，轻了轻了，这球太轻了。哦哦，可以，那个是四号，啊，你以为是要坐上面？对对对，看到你以为那是三号呢，嗯。只要坐四号是稍微重了一点，没关系，刚好推杆一颗星。嗯。啊，他就怕贴库。而且怕直了哈。怕直的。一个贴库你就没办法发力了。对。有角度的，其实，在这个方面就是要做有角度，他才好做修正的。嗯。嗯，这个七号应该可以过的。嗯。拉杆。过了点。嗯，那没问题啊。拉杆横抬一库。下一点点。下天左塞。其实不下塞也可以，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要下一点点顺塞，对，要下顺塞。顺塞的意思就是我打球的左边下左塞，嗯，拉杆是顺塞。嗯。要打成4-4平。嗯。要从头开始。以前没怎么太仔细看凯莉的这个出杆哦。对，他一直都是这样子，比较短短的出杆，出杆特别拉杆特别短，然后很快的出去。他靠速度。嗯。因为我们台湾一个厉害的选手也是出短的，但是很没办法，人这个模仿不来的。杨清水，他的出杆别人也学不来的。嗯。那我们台湾一个选手叫傅哲伟，我们也学他的握杆，我们也没办法学。他的握杆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样捏着。捏着。这样子。但是他外号叫拉杆王子，拉杆很犀利啊。对对 对。这样甩。他很有意思，他这样捏着。捏着。对。反正每一个都有每个的专长。我们叫握杆，他们叫捏杆。嗯，所以说，可能任何一个运动都会，比如说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手法。嗯，比如说类似于篮球投篮，它会有一个标准的动作什么样，但是有些人他不标准的动作，他投的也很准，很准，就是这道理。嗯，看个一号。嗯，哦，局势非常好。我们讲的叫天手，就是没有障碍了。对，连接球的位置非常好，非常好。对，而且进了三颗。对啊，然后他的排列组合就很好打了。对，对不对？七八号又在九号附近，你只要八号一打进，九号就在边上，也不需要说一个打东一个打西。嗯，你看一号左二号三号六号就在边上。对。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说你们冲球不好，但要慢慢练嘛，但是你要先把其他的基本功要练好，你先把现在把冲球练好，影响到你的基本功，为什么一冲都好打嘛，等到冲球不好的时候你就输了，只有冲球好你才会赢，所以你要先把基本功练好啊，球形复杂的局势你都能够处理还能赢的话，等到你冲球好的时候，人家要赢你就很难。嗯，但不是啊，现在就是一冲哇两三个，我说你每次都让你冲进三个好了，哪一天你冲不进你就输了。嗯，你就没有这个思路，说我怎么 push 啊，怎么做防守，对不对？嗯。轻轻一点。嗯。
他家这边对可能角度有一点他不敢轻，他那个因为角度比较大，角度有一点大，他那个球应该做差不多母球还是再过一半才能轻轻顶一下。他们两个速度比刚才要快三分之一啊，虽然是很焦灼，但是速度节奏还是很快的，都属于节奏快的选手。我感觉相对刚才的两位选手打法还是比较保守一些，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对，会不断的去选择类似于防守之类的。他们两个基本上很少防守了，看到现在为止。因为现在这个设备都比以前好。以前的可能步不大会跑，对，球也没像那么好，球台也没那么好，环境没那么好。以前哪有冲杆，就是拿一只挑一只公杆，不然是自己的打杆。那冲球肯定没有现在那么进步，所以球形一定是比较复杂。现在一冲，复杂的球形太少了。对，你看这盘哪有什么复杂，球都开了，对不对？打得很散，很散啊。现在就最重要就是六传九了。哎，没过线，过一个。对，我看他，对对，威力了。难怪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对呀，刚好有，本来是会过的，刚好有一个球敲到中袋的角回来。对，回来了，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威力啊。那威力现在一号是这样子嘛？对，就变成欧思成选择。对。打薄了，这球，这个跟这种就看着就很遗憾，真的。偏偏给他机会了，他没有抓住。那他的运气跟陈世民有拼了，打不进对手没得进攻。对。你看这种球，这个对选手来讲，对他们这种选手来讲，这种球都不太应该了，不太应该。要防守了，尽量跑到六九后面。对。这最重要的控母球了。对，这个就是控母球，因为打完之后，这个黄球一定可能在袋口附近，所以的话，白球一定要控制的好，不然的话可能会留。不然的话，你就打厚一点，把一号打过中袋，因为底袋有一个球挡着嘛。两种，他可能要选择打厚一点吧。但是打厚一点，这样做到的话，他比较容易解到。他往这边。往这边走，走到手。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样就是风险比较大，有风险大，容易落袋。对，有落袋。第一个，他是这种就是我们就是说所谓的四个角嘛。那他心里想，假如说我。雕到好的话一次就 OK 了。那假如说他打厚了，他前面还有一个球，你看前面还有一个七号，他假如轻的话七号也雕到，假如说重的话雕到四号后面是最好的，所以也达到他的目的。当然这个跳球应该还是 OK 的，还可以跳。他不要只他可以跳薄，他跳整颗是比较难嘛，你跳到这个一号球的右边是 OK 的。没跳到，跳到了，跳到薄球了。跳到薄球去，他是想要进。好，我们看一号球，二号的话，不知道二号右下角有没有下。应该是不会下来，看他敢不敢推杆走三颗星的。因为我知道打十六个选手，你叫他打那种推杆走三颗星，可能会难一点。对，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你这个三颗星呢，这个。六号才能打这个，二号才能打这个。对，你看他是要推杆右再走三颗星。你看就打得不好这种杆法。对，这个我很了解，我看他打，其实也不用发那么大力。对，他这种力就是，可能赛也不容易出来，然后还容易失误。而且你看他打一定打薄。
这种反赛的球要瞄，他的球杆肯定要瞄后的，人家有重播，你看一定打得很薄，他几乎他的球杆可能是要瞄到整颗球。为什么？他是下左赛嘛，推他一定是先往右边走再往左边回来，那所以你要瞄后。哦，这个球他是太想控制力量停住，然后叫二号中带了。有时候我们在业余的球手之间打球，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打后就是想多了，想的太多。没有，这球他是想打后一点，然后控制力量叫二号中带。但是你打后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母球要有，他是要下点右塞才行。嗯，因为啊，我们这个花球的，就是塞很敏感。对。啊，你假如两个球直直的，你对着它打整颗，你下右塞，它这个纸球会往左走。但是发力不行，要打轻。它会影赛会影响到你纸球的方向。这个球太可惜了。你看，它是这。短拉。他想要拉多一点，他就快一点。推杆两颗，哦，直接叫中带。他做的中带，他没有要做底带。因为他想做中带，三号顺推，顺势下去来做六号，轻轻一推就好了。想留角度，然后打了一个灯杆。他们打的可能就是两颗线，两库了，来回。对，角度有点大，所以两库。这现在就没问题了。5-5了。今天这两队选手都比较有意思，各有失误，然后拿下的基本都是互相抓对方的失误，对，然后交替上场，自己一杆开球，最后完成清台。所以明天你们有机会，你要看，假如都一样的这种表现的话，明明会总体来说会比他们好，因为明明的杆法比他们好。因为明明就是打起来更柔一些，那个。对。但是他的解球要加强。我看他的解球不行，你看就这个球，他是高杆嘛。对，他没有，完全没有加任何旋转。对啊，你下一点第一杆，他会有，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瞄后点都没问题。他是利用了球的薄厚来控制白球的。我们有的时候是靠赛。对，靠赛。你瞄后一点。你下个低杆赛过去，它就会沿着这个，它不是走直线的，它有点那个幅度，对，弯过去是刚刚好。哎，这个冲得不错，听这个声音是有力量是有了，但是这一号不给力。对，六号球都带靠，现在这个关系还看不太好。应该是过不了。对，过不了。你看一号可能是被八号挡到，那现在六号就又再来捣蛋。一号本来就过不了，但是现在一号来这样子是有机会的。一号一步过来敲六号，但是他不这样打，这种我看这个角度可以把一号打一个推杆，一号一库上来母球推到八号后面。要打得挺薄的那样的。不是打薄，这叫打后。但他现在不是这样打。对，因为正是有一个那个 safe
安全球的那个基本的这个，我们安全球应该有分很多种，嗯，那有些是基本图形，啊，那可能他们没有练过，不晓得要这么打，男选手打得多嘛，那女选手的 serve 几乎很少再放 serve 的，嗯，那这个球又好打了。要直接打不到，先碰库再也会进。这个球好像直接打不到、嗯。应该可以打得到，我看他这样打，应该是打得到。我感觉直接，好像被挡到了。挡到的话，可以先走。克星。克星，先走这样打卡拉克嘛，也可以进。嗯、卡拉克。但是他直接打到是比较好，因为那个三二号可以直接打中单。哇、嗯。这样子的话，二号没有下的话，不晓得那个九号有没有挡到，不晓得。没有，应该没下。看他的表情来说，应该没有。啊、哦，没下。他可以翻带啊！你看啊，他现在看这个翻带，为什么？六号在洞口，他翻过来，不管翻后翻薄，切到六号他都会进。嗯。不然的话，他就是要传球。翻带比较好。啊，翻带。借后借薄都会进啊，借太厚了、嗯、太厚了，嗯，有时候是看选手他的那个方向，大概就要知道他怎么打，对啊，但是打还是要靠自己的功力的，对，这种翻带，对，啊，三号在左边，对，上面是四号五号，看看他三号叫的怎么样了，他可能是下个低杆打底杆，嗯，下个低杆打底杆，这个中带也可以打，嗯，中带也可以打，中带一点就可以了、嗯、在那里角度不要做太大，你打四号的话可以带点低杆去去带一下五号也可以、这一场考虑最久的就是这个球了。嗯。应该直接拉了，嗯、带到五号也没关系啊。他好像不止拉了。好像两颗星，嗯、推杆两颗星。嗯、完了、哦。这样子。你推杆两颗星就多推点，你推到九号这边也没关系嘛，对不对？太轻了，这个思路不行。嗯，你要推，你多大点力嘛？你推到九号边上，这个角度不是很好打吗？对，你推那么轻。而且这颗球就是赛越大越好。最重要是要推动，赛、嗯、赛要一点，因为你赛太强会角度大嘛，你一定要推动，嗯、推成就是说，嗯，一颗星这样子再弹出来，嗯、啊，那个就纯推杆，下次你有机会你打打看这种球型。嗯，要打纯推杆，因为你这个下赛它会偏这边，那你纯推的话它会弹出来，角度会好一点。本身是可以继续进攻，但是被动的变为防守。对对，不然的话对手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照道理是没有机会的。这根球还能打到？打得到。嗯。嗯，但是不好打，因为你打到放好放呛死的机会很大，只能五号放到底边来、嗯、对呀、啊、打哦，打得很薄，这个球很漂亮打的、嗯、哎，嗯，这个算是留下准度好了还是进的，对，算是留下进的，对，因为这个准度好，因为他那五号不是没有贴的，嗯，最起码有空隙，有一颗巧克的空隙，嗯，稍微厚一点它滑里都会进，要拼一杆准度了，哎，对，
球只要打进，基本上就会有六号了。对，只要过进就好了。对。嗯，太厚了，一出去他就没有什么信心感觉，出完之后就觉得。我像我要打这种薄球啊，以前我在我自己也有开球房嘛，我练了一个客人，我可以我让他打到他把4号就赢了，但他这种薄球打得特别好，我就请教他，我说你这个怎么瞄，瞄厚一点，你打推杆。它就会变薄，嗯，还真的是这样的。那有些是，你要讲原理嘛，像我们喜欢打台球的，肯定对念书比较没兴趣嘛，看到书本就会打瞌睡。但是有些这个道理啊，我们要去研究到这个原理的话，就很麻烦。但有些球就是这么打，很奇怪。你像是你可以把你母球摆到右边，啊，中带过去里面一个库边的一点，9号你就摆在6分点，你抬高杆尾，你对着整颗打，就这样，很奇怪。你可以试试看，就是你母球摆在这个中带过来的第一个颗星点，你把母球贴在库边，然后9号摆9号的位置，你对着整颗打。抬高杆尾打整颗，发点力就好。讲什么道理可不晓得，但是可能是发力会变薄，所以你有些发力的球你要瞄厚一点。你要瞄外角，比方我们这个打这个球要推杆下打这个，要打到瞄外角。你发力的话，它就基本上你只要瞄准的话，大部分都会打到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球拍在右边，你打这边叫外角啊，长库这一边的颗星这边叫内角，那你要发力的话就要瞄后瞄外角。冲球一号，一号的位置非常好。一号、二号、三号，一号三都在一起，最关键是五跟七了。没关系，再来。再来一颗星上来，看是要打中带还是打底带。你看他都是这种粗杆，你看他都是这种粗杆。这颗球也不应该失误。对呀、怎么会打这么？不可思议的。这个好像在以前的比赛里面都很少见到这么多失误的。对啊。今天很奇怪。如果按今天这个发挥来讲，陈思明打他们的话，应该是，应该很轻松的。相对来说，他的状态是比较好一些的。如果单纯比今天的状态，说不定明天，对，他们俩其中谁进决赛，那状态不一定是今天这样。对。不过今天这个失误实在太多了。哎呀，这个又来，我们不能讲失误，你讲失误两个，给那我看欧志纯，给他机会，现在没有抓住机会，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时候我会在想，我比赛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失误啊。怎么进不了决赛？啊，大了，他这个叫射门。我所谓的什么叫射门？我们球台对不对？两边短库。有3个点，对不对？那球门呢，就是左边这个点跟右边这个点，中间、然后在一个球以内，你只要打到这里面，他们都没办法直接打的，我们这就叫射门。不管你在
那边的角度，你都要控制在这个你的目标球打到这个门框这里。嗯，很重要。那这个常常碰到，常常碰到。也就是说，把球尽量放在中间的位置。嗯。然后他呢，嗯，假如说经验再丰富的话，那边还有一个四个角锚，九号不是在左边这个角？嗯。他射门射完之后，母球一颗星。两颗星要停到九号后面，对，而且这二号也不会一颗星弹出来，对，二号可能角度更好，母球又可以躲到九号后面，还是力量大了，力量大了。现在这个球有机会做到做斯诺克要做到那个五号那边，对，嗯，他下了左塞，然后哎，这是旋转不够，他想要坐在这个七号后面，对，那不好打的，对，因为他距离远，你只要坐到五号后面。杆法比较好，对，好打，好控制。然后你的那个二号也可以跑下去一点，嗯，因为他就是要控制在这个七号后面，对，想是很好了。结果选假如说这个，假如说这个母球在中带附近，然后在五分点附近 ，OK， 好出杆，好出杆，你那个已经在开球区后面了，没有那么容易，他就不好下赛了哈，不好下赛，不是不好下赛，你下的赛到那边也没有了。因为你距离远嘛，那你不能不可能打很用力嘛，哎呦呦，嗯，哎是，因为距离远，你下赛到那边已经没赛已经没有了，哎，要有也是一点点，哦，也是这种出杆，这种出杆是真是，嗯，不是非常理想，嗯，要出杆要看费。开那个艾琳费写的出杆也比较好。像艾丽森费雪打九球打这么多年了之后，他的动作还是一直没有变，还是斯诺克那种，还是那个，但是是比较扎实。但是他改了一点点，改了一点呢，下赛走三颗星呢，他也会打，也是要会打，不打的话，有些球是的确是做不到的。嗯。那他以前是厉害，就是厉害在第一个稳定性，嗯，第二个准度好，第三个安全球好。他也没有做那个很厉害的安全球，就是让你看不到，嗯，或者让你看得到你打不进，就这样子而已。这个球又没有叫好。嗯，现在三要做五转，对，这两边都可以打，然后。打这边的话，你打左上角母球比较不会跑，嗯，啊，因为你三个星要怕哦，他防守，防守也没防很好，嗯，这个球应该是留下机会了，可以进攻了。进攻啊，进攻的话，你要做到球只有打翻带，你翻带的打拉杆，你假如说打包球不好打。他也是防守，这个我看一下，这是防守，对，嗯，哦，要翻带啊，那翻带的你会敲到也不行。好了，这个换他防守了，三颗星跑到七号后面，哎，这个我们俗称的走三，啊，就是一颗星，第二颗星呢，差不多在那个六七，啊，第二颗星要打到这个第二点就行了，嗯。因为他七号防不到，五号也防到了，嗯，所以他这个防到的几率很高。不要洗带就好啊，太薄了，力量不够。然后八号挡到了。八号挡了，你看有三重可以帮忙挡，但是他的力道轻了嘛，再上去的话，对手是连跳的机会都没有。对。再接两个星可以。嗯。两个星啊，大概要打。第三点，推杆右塞，就是中带过去的那个第一点。嗯然后会到了那边的第二点上来，刚好敲到三号。嗯。看是不是打第三点？哦，第三点啊，敲到。嗯。因为这个，可能中式黑八台上也没有点。那斯诺克上面也没点，嗯，但我们花球上面是有点的，有点的，就让你计算用的。其实，我认为花球是应该是开轮球台的缩小版，嗯，
然后有开洞，所以它上面的点数是让你做计算用的啊。你看开轮胎上也有点，嗯，那像我学习这个的，我早期是刚好看到开轮的书，我再把开轮书的这个科星的公式演变到的花球来，嗯，又没有打进。我们互相礼让。这一盘球已经，这盘球已经好多失误了。嗯。双方都已经好多失误了。嗯。你要下次要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再这样打下去的话，球评不知道怎么解，帮你们圆说。一二三。对，看三个星。看看五号能不能打同的。嗯，这个。好，勾上来 K 一下，哇，没 K 到，那力量也太大了嘛。对，我说三颗星，一二三，从后面勾上来不是三五同带吗？嗯，他发那么大力，好了，变成五七 kiss 传球，对，不好传了，有角度。刚才那传一个九号已经没进了。可能在看这两场半决赛的时候，嗯，都会在讲，这些淘汰了的选手都会在想，对呀，怎么是这种状态呢？他要这样用白球，那翻带，对不对？嗯，这翻带刚好做到，嗯，翻带是很正确，但是。你那翻的技术还不够纯熟。嗯。一样低杆，一点右侧做六号上方底带就行了。嗯。哎，完了。这颗球低杆不够，那完了吗？我们就说完了，你要不然的话就蹬杆过去，对，打这边底下方的底带，对，打到四不像，他就偷笑，凯莉都笑了，这两个人在打什么？心里想，我们是顶尖高手呢，打出这种球来，让球迷失望了。对呀、啊，不管是进攻方面还是叫球方面，都有很大的失误。这球按说不是很难叫，不应该走成这样子的。啊、你看，一个像他刚才这个球，应该蹬杆过去就 OK 了。假如说你要打那个底带，你要很犀利，啊、想着角度厚一点，对，结果角度还蛮完全可以叫左、啊、左下角底带。嗯 ，safe 了。嗯，也没有做好，又露出来了。这个他心想防到就好了，因为让他没下就好了，对，没下就好了。那让你 K 的话，你 K 不进就是我的了，嗯，这球就不好打了，嗯，要进攻就是先碰库，再敲七的进，不然的话就防守，防守，哎，好球，哇，我们但是，哎呦。这种防守的话，在斯诺克上就有很多。不是，花球很多啊。嗯，只是说他这一颗星回去，他那个母右晒下左晒晒、嗯、下太多了。对。他本意可能是说我打薄一点，然后对、一库打不进的话，两库回来。对。就没想到打得太准了，而且他这个不该让他赢这一局嘛。嗯，这个多难打，这边又近，底带又近，很难的。这个克星，这个克星走的，走的不精准。嗯，摆角度没摆好。嗯。叫好非常大了吧？嗯，没有，在九球台上这个是没问题，对，还好。
以后要定个新规则，你下课就要坐哪个站，你要对对对，感觉他这颗球就是没有明确的想要叫这颗球。我跟你讲嘛，就是大概走到这边来，就跟他出杆有关系，加那么长，杆子又拉到底，发力，那个球怎么好控球？我感觉他就是，就是往这边走了，都没有想到一个明确的想要进哪个带。暂停了，都暂停了，这两个人。然后回去去检讨检讨。但是局势很焦灼，6-6。对，6-6。这一盘就按说这个局势都很简单，但是他们的回合非常非常多。这个又没进。对。莫非是战术啊？让明明放松心情，明天，哇，都轻松了。再打一遍，两个一起进了，很难呐、啊。出杆的时候就在。老外就一个好处，他比较容易带动气。亚洲选手要碰到这样，脸都就会绷得比较紧。他们比较外向一点吧。他们两个是该叫一下暂停，想一想，调整一下。因为抢三呢、不能再失误了。刚刚这一盘打到两个人都笑了，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九球的比赛啊，为什么会比较多？八球的比赛为什么会比较少？因为八球啊，你要请一个这个，就人家来做解说啊，就因为八球选择性高，你可以打1、2、3、4、5、6、7，再打八，也可以1、3、5、2、4、6、7再打八，所以变数可高。九球就不一样了，九球第一个节奏会比较快。假如说八球你的球形冲不好的话，一个选手在那边一盘就会打很久，通看看洗看看，对不对？那这个要猜他的心啊，不容易猜啊，对不对？那尤其像我们以前我们在台湾讲评的时候，球桌在那边，我们球评就大概在摄影棚，就离那么远而已。你跟他讲说啊，应该这么打，我听到你说要这么打，我就另外的打法，他都能听到有的时候。但是打九号球，你不照我这个方向法打，你是不行的。但是你高手，因为打九球一做二，路线不会超过三条路线，顶多两条。不是推就是拉嘛。那推杆赛或拉杆赛，所以打九球会比较好看，因为节奏性会比较快。所以这种比赛九球十球会比较多，八球世界的比赛也有，可能一年就那么一次，昨天晚也是有啊，美国每年的话，世界公开赛那个昨天晚打200颗，冠亚军是要打200颗，那德国那个后面的很厉害啊，连续3年都拿冠军，按照今天这两个人的失误率来看的话，他们的比赛速度也不会比刚才的快了。失误率太高了。前八强像白哥输给这个 Carry Fish 呕死了。不知道他们八强打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对啊。6-6。好，有球进一号，还不错。被挡到。进了。进了。
2号在左边库边。2号大概只能翻带了。或者防守。3号是在最左边还是最下面？对，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3号。对。哦，对。那他会连攻带守。假如说在5号这边，他就应该在那防守了。那这个角度翻底带不好，翻中带也不太好。对啊。都角度有点大。对。看他打应该是防守多。下低杆左塞。啊，连攻带守。这个球还是能够看到，这个球就是要靠塞第一杆塞。看得到，但是不好防。他想打薄一点回来，打厚了。那这个这样子，那四传九了。对。右边是3号在下面。对。那就搭底带了。完了。大底带敲久了，但是看打中带，打中带就防6号就行，避开6号球下来。有把握你就打底带。打底带敲到9号也没关系啊，3做4就简单了。不敢打，还是过。看不太清楚，他是打中带，避开了6号，还可以。但是这个3做4一定要切得很过去，一个就是用拉的走3库，一个推杆1库，但是要下一点点右塞。要坐直来4-9就好传了。对。再下去，塞不够，多一点的话，尽量往那边，尽量往左走。这颗球不难传。不难传。对。当然，加5球再往左，是不是更好传？对。就比较没悬念的。嗯。这样子还有一点点而已。6-7，这样子，奥斯春领先一局。还是保住了他自己的发球权。奥斯春属于后来居上，他开始是落后的，对，都是因为自己的失误，然后送掉两局。KFA 的可能开过刀了，他的准度没以前好。应该是生病，然后训练的就少了。但是他还是蛮厉害，他每次的比赛的成绩都还是很好的。也是保持得非常稳定，非常稳定。主要是可能第一个名声大嘛，第二个准度也好。对，很多人碰到他的时候，自动就是会可以赢的，然后对自己打输了，会有压力的。对，等到你不怕他，你就会打好一点。对对。哎，球形还可以。就是2做3了，
一号在那边。嗯，加外的右塞，然后一库弹起来。嗯，这里力量大，因为这个三号是最好是能够做左下角地带。嗯，那你现在看哦，现在这个是五号，不是三号，三号已经进了。哦，已经进了。对，所以现在。四。对。嗯，红台。哎，好球。嗯。原来有时候这三五会搞不清，对对对，颜色比较近啊。这次比赛就有啊，就有选手搞弄错了啊，规则一个不懂，第二个号码打错了。嗯，这个球没有推动，应该推直一点拉回去了。他现在有一定还是有点角度了，嗯，但歪到这头来，啊，还是够直。又要打低杆横台了。对，低杆横台。这一颗球，轻较底带行，轻轻一点，较底带，左上角底带。他做的简单呢。对，就简单一点嘛。定杆就好了，不能再这个太直了。看起来是。看太直。实际上是有点角度。有点角度。嗯。因为太直是怕拉杆会 K 到球的，只要有点角度是最好的。嗯，七比七。七比七。嗯。莫非要打到八比八？好像暂停了之后，休息完之后，两个人的就状态好了一点，没那么多失误了。他们俩从比分上来看的话，确实比较焦灼。嗯。哦，白球。哦、白球，落袋。嗯。哇，这个也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对。难得啊！冲球的时候白球落袋。嗯。他是直接落吗？对，直接落中袋。哦，那这个。冲歪了。这个。可能要注定的。我看一般，球手在冲球的时候，他们把球都会摆在，右上方的那个位置。那其实是、这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摆放。对，有人在左边，有人在右边。但是我看今天几位选手，多数都是在。对，我的习惯也是在这边。在这边。其实半个选手你。对，两边都应该会。中间、左边、右边都要会。对。因为在美国比赛，他就不让你在两旁边冲。他只让你在中间画一个鸽子，谁都要在中间冲，嗯，就不让你有铁球嘛，嗯，你在两旁边冲球，嗯，推过来打三号中带，叫三号中带，这应该是，先听牌，嗯，这个推的稍微就是不好架杆一点，应该好架杆吧，没有影响到，没影响啊，没影响到。一个定杆就好了，然后四号底带稍微推一点点，不要让它八号，哎，对，就这样子，因为你完全定做八号，八号架杆，这个中杆有点像斯登啊，这个他打绝对没问题啊，斯诺克选手打这种杆法是打得特别好，啊，这个第一杆左塞左上来，嗯。一个刹车，
这杆很顺啊。嗯，感觉进入了正常轨道。嗯，对。哎，看这位置，这种状态还不好说。对，没有，没问题的。这球没问题。看的人心里有点悬。哎。明天如果他是这种状态，明天对陈思颖的话，他们俩就不好说了。嗯，对。嗯，凯利菲刚才这个效率很高，很快啊。嗯。他拿到赛点。你看，那不跟他赢呢，他就是缓缓的，也没被球敲到啊。嗯。对。他就在期待。其实这种节奏能进入到那个费雪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样的。对，这个节奏很正常。对，其实打花球本来就这样，因为球和球冲上来的话没什么困难的话，你应该是这个思路应该很清楚的，那你就专心打好每颗球就行了。因为我的有些学生也是东想西想，一下想这样的，一下想这样，我说这个球不能攻，只有守嘛。嗯，这要最后一个九号球就是进跟不进的，对吧？你要偏嘛，一个进跟不进而已。好，看最后这个冲球了。凯利菲雪领先，拿到赛点，然后冲球。哎，他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不幸会被你连中8-8。同样的一个线，这个费雪最后应该冲前，应该再换另外冲，换另外一边冲，因为这一上一盘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连变都没变的，真的是。跟他赢的话，那个四号会敲一下母球了，也没敲。对呀，也没敲到。现在，互相一个好处就是他可能会防守，因为什么？嗯，他那个五号和六号，那个是五号在。对，五号和六号挡在六号位置，哎，他先来叼一个。对。考验一下我们的费雪的解球怎么样？对。因为他那个三一号可能不能进，啊，一号不会进的，他一定要来防守，不然的话就要打底的，那他先防守一下。嗯。防守是正确的。而且这颗比较容易做防守。防守是正确的。防守是正确的。嗯。这样子，增加解球的难度。这个我看啊，这个要母球。哇，这个球离得比较近啊！不，主要他这个母球叼得好。对。一颗星也没办法，其实两颗星，不容易了。嗯，没有特别好的方法。第一个，你第二颗星要闪七的，那过去呢、嗯、要闪三的，所以不好解。嗯。大家解两颗。现在因为看不清楚他这个白球能打到哪个点。对。嗯。他可能。打到这里的话要加很大的赛。对。啊，他我知道要怎么打。哦，他打一杆技术。对，他不是，他要打七号薄球。嗯嗯嗯。把七号往这个边增加他有点困难，让对手复杂一下局面。就让他不好进的。没有，他是打薄了，结果打太薄了，没有打到，没打到球，然后对对，就变成勾到了。那还可以再掉一次，这个自由球还可以再掉一下。嗯，他现在已经两次了，再掉到一次解不到的话，就直接嗯，就输掉了。对。球球上面这个规则是。连续犯规三次，连续三次，就现在冲球，他冲球母球洗带一次嘛，但他现在没解到两次，这次再叼到再没解到就是三次。啊，他要推母球粘在这个七号上面，不错。但是你要推啊，推杆的时候要下一点点右塞，让母球碰到库的时候。连上这个七号，但母一号一定要打过中带。嗯，还不错。哎，这样子的话，
解球这个解一颗星，现在这样子解，但是不好架杆。这样子。嗯。这个球他必须要解到的。对、嗯。必须要解，解不到就输了。对。好，他这边解两颗星，三颗星。这样子是不会到，这样子两颗星。有机会哦，这样接两个星，假如在中袋前碰库的话，也有可能会接到你的。中袋前碰库的话，不容易，要闪过九号嘛，从九跟五的中间穿过来，两个星接一的，过头了。哇，这个没办法，这个不是，它就是发力的，这不需要发力的。那解到就解到了，解不到就是解不到。他这一发力本来是在中袋前碰库的，一发力是不是分离角缩小了，就打过中袋，碰到中袋的角。他好像想着撞到球之后不是还要吃库吗？所以他就发点力。那个跟那个没关系。这个东西要考虑进去，如果他发力的话，就要拿了点在。这个不用发力，因为你这个一号啊，离库比较近，又不是在中间，你这个打到厚，打到薄，顺顺的推。不碰库都很难，你不是打那种很轻的去碰到而已。你这已经比较戏剧性，没想到这样。这个球的话已经帕比巴，帕比巴，这球可能要走了五六颗星了，他那个力道。假如说没有撞到脚的话，一二三四五，最少跑六颗星了。啊，看欧之纯这个冲球，真的帕比巴了。不要再跟刚才一样，都洗这个奶，一模一样的球，洗奶。有点戏剧性，还真是。可以说看谁比球谁赢啊。这种轮冲的比球先赢的话很关键，对，关键，关键。学生就需要多冲。对啊，比你多冲一会儿。对。我觉得不能再往那边走。这个定住的非常不错。刚才被这个四号，那个四号没敲到，可能洗中袋了。但你注意看那个重播的慢动作，被两颗球敲到哈。你看啊，注意看，本来敲走了，球停住了，敲回来。三号敲，四号挡了一下，对对对，就像打那个美式足球一样的，护卫挡着。感觉运气有点偏向他这边了。对啊，这个应该要赢了。这个一号、二号啊，二号在右边。他这边刹车停住了，刹车停住。但是看他今天的发挥不好说。三号在上头，对，五号在下面，对，在九号后面是五号，对。要看这个一号了。对，这个刹车停住，一号是关键了，现在。哇！哎呦，软掉了！天哪！哎呀，他们欧洲的打这种球啊。打这种刹车球打不好的，这种球要亚洲的，像菲律宾的啦、台湾的啦，都 OK， 这个刹车比较好打。他们出不，因为他们出的杆法，就很少，平常很少打这种球。对，尤其我看像卡迪菲雪这种出杆的话，打这种刹车也打不行。对，你看看，完了，这个力道，哇，拜托拜托。这个是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机会，都太客气了。这样拉那么多干嘛呢？好了，你防一个好了，防那个两颗星跑到三号或者四号或二四号后面。三四后面。这个变数真大。一盘很简单，感觉很简单的球。被他一个除杆拉杆就完全改变了。哦，他翻底带。对啊，他打带跑嘛，对，打带跑，翻带防，对，带，因为三号在上面嘛，他翻进去了的话，三号可以继续，因为他现在翻厚了，所以没有做到。假如翻薄一点的话，母球的话，就力道可能就做到，做不到我们再来防。就是这两人他们的比赛，真是互相考验对方的心理素质、心理承受力。太惊险，太刺激了。总是让我们意想不到。没错，这个他直接打放枪时的机会大。
他用勾的可能还有机会二传五，二号还有机会进，假如他直接防的话，那个第一个要打得很薄，那你轻轻打就不敢打，你打发稍微发点力量的话，这个母球一定是在很空旷的地方，啊，一定会跑到右边去。看看是用勾的还是直接打，直接打要打得要很好，要很轻，要打得很轻。还不错，这个防守。对，我都要打得很轻。打到他的，他这应该是理想的位置吧？对，最理想的位置。本来是看，哎呀，肉丝一号应该费雪应该完成任务了，这一看，一个一号拉杆又拉那么远，力道控制了，变数大了。现在局势是在欧思纯这边了，太刺激了。看看这个解球，这解球也危险，他这边打搞不好的。搞不好就闪过了，他现在解这个位置，解三号跟库边这个位置，可能要不能用推的了，可能要稍微中杆一点，是灯这样子，不然的话他会刚好从穿过，因为他那个位置打到这个科星跟库边跟三号的中间呢，可能就在低有在低点跟第二点中间了，但也不能太拉的话怕直接就敲到三号，敲到五号了，那个五号，还好，哇，进了，哇，格拉赢了，天哪，哎呀，但是三号，峰回路转，峰回路转，还好进了，不进了，不进就输了，进攻啊，这是，他会想到这球是在进攻吗？没有运气，这个谁也不敢来讲，你叫魔术师来讲，他也不，对，魔术师来都没办法。奥斯人刚才看到这一球以后，估计心里该认命了。他这假如看得到，他就要走三颗星了，要用这个七号雕了。因为他打不到左边嘛，他只能打右边。对。打薄球，就绕三颗星。打薄球加点右塞。右塞是肯定要的。好，用八号掉嘛。对啊。又有机又不一样了。现在本来看着欧思纯的机会很大了。现在变 carry 必须有机会了。太刺激了啊！这个要解两颗星或一颗星。一颗星可以的。一颗星假如往这边解很危险。为什么你假如往左边解啊？你解到三号，母球再敲到四号也会洗带。那往这边解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一般他们往这个下方解啊，他们不知道瞄哪里。但往上方解是比较简单嘛，啊，这刚好是在一条线上啊。那往这边解的话，看三号也不会进，解两个星。这路线好像也被九号稍微挡了一下，应该接两个星下来会 save 的机会比较大，对，就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假如打这一点呢，很危险的。为什么？会怕他从四号、三号中间穿过来。因为他们应该是要先看你解的方向，然后你到第二点去看。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科星制度嘛，啊。你母球的位置减掉第一颗星的位置，等于你目标球的位置。这个点是让你做计算的。他现在不敢打，那就打这一头了。因为这边比较好看。好看。点比较好看一点。对对。本来预计他们会快一些，结果也还是这么。如果他们能够在五分钟之内搞定的话，其实还是会稍微快一点点。只是稍微快一点点。那五分钟搞定了，这个他不可能想那么久。哦，强尾局是没有限定时间。对。你可以多考虑一下，没关系。平时正常来说是45分钟之内出杆的，
你注意看啊，现在最怕他从中间穿过来，一库两库敲到了、看看运气。哎呀，在费雪这边留下枪死了。对，费雪打了个低杆，闪过九号两颗星出去，做到四号。对，他也可以发点力，三颗星上来是最好。因为三颗星上来的话，变成他四号打进底带推杆两库啊、就可以了。现在就是看他四号叫五号，四叫五没问题的了。看他留的位置怎么样？这个 OK 的了。那如果不要贴库，如果是贴库又直了的话呢，就有变数了。他现在的话，大概有角度的话，他就要下个低杆很强的左塞，要闪过那个，不然的话就直接拉了。我看他的拉杆还是，哇，好球！嗯，停了，点角度，停了。还算比较理想，对，他有点蹬，蹬杆左塞，因为他角度是小，小，嗯，直的话就直接拉了，这样能推两库，然后叫左上角底带，一库两库都可以，反正那个就七号打底带了，推两库左上角底带应该没什么，应该没什么问题。七号脚打进灯，不要不好架杆都 OK 了。有了，对，应该很明朗了。明亮了。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还有一点点。对呀、简单明了，小拉杆。不然就强拉杆啊！好球！好了，开费雪对陈思明，陈思明明天只要不要发挥的太差，应该可以拿冠军了。好。结果还是开费雪拿下了。没想到这个这场比赛打得这么焦灼。自己吐舌头。对，肯定也是对自己今天的这个发挥都肯定不满意的。